所以现在你的脑海里想着一种饮料，嗯，对吧？是。好，那这个杯子里现在有东西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我希望你想象着这个饮料就在杯子里，嗯 ，OK。然后你来试着闻一下，有闻到吗？有，淡淡的，淡淡的香味，对吧？嗯嗯。好，那我现在需要你加深想象，想象你的饮料慢慢的就出现在这个杯子里，嗯 ，OK，OK， 看着它。 所以你刚刚想的就是咖啡，对，是。